很久没见面啊，也蛮关心他的，因为他也比较低调嘛，他也没跟大家讲这件事，大家也是从新闻能知道的，所以大家都很专程来这边，他的人缘非常好。我们都40年的老朋友了，刚刚叙家常，聊过去的在一起工作的事情啊，还有很久没见面啊，也蛮关心他的，因为他也比较低调嘛，他也没跟大家讲这件事，大家也是从新闻能知道的，所以大家都很专程来这边，他的人缘非常好。我出来的第一部电影，他就是制作啦。我还没从事电视工作，我在拍电影的时候，他就是制作了。我们每天都相处在一起啊，好几部戏都是他，对，然后他都会到秀场来带我们去拍片的，很多年了。那他因为我一直在电视台工作嘛，他在外面，大家虽然不常联络，但是有时候会在一起吃饭聊聊天啊。因为他也是到处跑嘛，那我也是比较忙一点的，啊，这个事情我们当然要来质疑一下。